你怎么这副表情？倒是说句话呀，桑岩，你能不能借我20块钱？我出来买东西，钱丢了。嗯，我出来打球没带钱。那不用了。什么不用了？我现在没钱，不代表我5分钟后也没有钱。 你就坐这儿5分钟就行，等着我。温双江，拿着，记得还啊。谢谢。 怎么还要哭了似的？也没必要这么感动吧。桑岩，谢谢你。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就20块钱吗？下回再掉钱就给我打电话呗，多少我都借你，行不行？喂，阿静，我刚听佳佳说她在市医院见到你了。 你搬回南屋多久了？没多久。怎么回来也不和妈妈说啊？我这两天一直梦到你爸，他还……说什么都行，但你能不能别替我爸？妈妈知道，你怪我。这些年我确实没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别哭了，你这个母亲的责任尽得挺好的，只不过不是对我而已。